一季度，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共查验出入境人员6506.5万人次，其中内地居民3235.1万人次，港澳台居民2948.8万人次，外国人322.6万人次，查验交通运输工具412.3万架搜列量次，其中飞机7.5万架次，船舶8.8万艘次，火车2.1万列次，汽车393.9万辆次。